12月12号，一直努力拍戏没时间回家的霍阳宝终于完美杀青了，和剧组老师站在一起拍照的罗茜也是乖萌到不行。最后在剧中扮演尹科妈妈的熊老师也是发了几张剧照表达了不舍之情，不论是站在操场对戏时消瘦的背影，还是跟着薛老师面对妈妈的小可怜，真的很想揉揉我们学长的小顺毛热，还有这在医院抱着妈妈的小孩，本来也需要抱抱罗茜才能好好吃饭呢。而在之前的周记中，因为杀青可以回帝都休息的帅傻子也是迷之兴奋热，看着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激动情绪，果然是很喜欢北京的冬天吧。所以昨晚在机场时看着任性的宝宝这不戴口罩就敢飞机的小模样也是很可爱了。不过老阿姨们在宝宝休息期间也要听话去恶补棒球知识哦，不然会被我签笑话的。芒果捞新闻，祝帅气的尹科学长杀青快乐，希望易烊千玺同学在家能好好休息呢。报道。